更新了，半天更新了，它别变成大天的好多好多的那个稻草。你看这个画面，正中间看到那个罗皇上面也凸出来，那个就是慈圣宫庙宇，关田慈圣宫五谷王庙的屋顶啊。哦，那宝塔，你看正中间宝塔，然后左右边是双龙。哦，看这个稻田，稻田做了好多的稻草人。真的有意思，啊，庆丰说，有稻草人在吓着鸟，用稻草人在吓着鸟，有的也有放鞭炮的危险，用稻草人。